你只要听完，你把它排序成一个完整的句子念出来，加倍。这种就已经挂了，你很讨厌哎。对不起，我是。点数 double 哇！啦啦啦啦啦！啊！好，在你讲答案之前，先跟你清算账。刚刚总共是两个人去帮你拼，你知道为什么你要派两个人吗？因为连你自己都觉得超难。没错，我觉得超麻烦。所以跟我屁事啊！所以现在是多少？5200减500点，4700，没事啦 ，OK 赚。所以把它念出来，对不对？对不起，我心机重，我不真诚，我讨厌人。最近怎么说？你很讨厌哎。对不起，我心机重，我不真诚，我讨厌人。点数 double 哇！这没有什么。是讨人厌还是讨厌人？哎，你刚刚是想讨厌人吗？对啊，我讨人厌。好 ，OK。哎，刚刚是多少？4700。4700。Double。确太棒了吧！4700。太爽了吧！我现在帮你上食材。好。要到我们最后的关卡了，太好了，那就是要煮饭，对，要煮晚餐。我们现在就是要进行感恩的厨神，我们就是要怀着感恩的心感恩三个人。这三个人在你成功到停更这段时间，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三个人。欢迎第一位博婷，游戏是这样子的，他是要感谢你，好，所以他要煮菜给你吃。那他其实，在来之前，他已经有指定他的菜色。我的菜色是法式佐料。要什么鬼？我要吃宫保鸡丁。不用这么正宗吧，好吃就好，对不对？不行，我要宫保鸡丁。好，再来第二位，就是你最初的后置少奇。对，我们现在联络少奇。太突然了吧？可是我突然。喂，少奇，你在上班呢、喔？好，我们迅速就是少奇要指定一道菜。我现在想到的就是麻婆豆腐。什么鬼啦？麻婆豆腐 ，OK。啊，你有什么话想对露露说？没有啊，就还是希望就是可以韩国人快乐这样。啊，哇，这句话就够了。好，好了，辛苦你了，辛苦你了，感谢你。少奇加油，拜拜。拜拜。第三个是否粉丝？哎呦。这个很难，因为粉丝吃不到，所以你可以展现出自己的诚意，不是要你拖哦，就是诚意。好，哎，好，那你可以开始你的表演了。好，你不会煮对不对？就是没有概念。对啊。我这边有一本秘传食谱。我还以为我要完全自我发挥，来吧。好，我自由发挥。鸡肉，安排上再说。刀工了得，蒜头，辣椒。等一下，是辣椒粉哦。你再拿一次蒜头。不是它不是蒜头，它是姜。天哪！可是他没有叫我切姜可是我觉得说不定放姜比较好吃。可不可以照着？完了，给他食谱他还不照着做。有没有看到？这就是他的能力。他的料理法是你在旁边看的时候，你会心惊胆战。他把它像削甘蔗一样。东宝有姜汁吗？东宝到底有没有姜汁啊？不知道，但是说不定很好吃啊。不知道。你刚刚对，你刚刚在做一个很奇妙的事情，就是拿着剪刀，然后再用手扯。来，给我，好可怕！你不要坚持，我有开瓶器啦。哦，你就开你的。不用啊，为什么要先热？为什么要先热？人家都暗示你了，你还反问人家？可是我忘记炒，先炒一个东西嘞。你说蒜？对啊，为什么会做这种蠢事啊？那我决定了，我要先做一件事。你要换锅子。那现在这个时间，我先把鸡肉丢进去里面腌一下。对啊，哦，原来。要不要再加点水，然后再加点太白粉？我不知道观众看不看得下去，至少我们确定场边的摄影啊、制片全部都看不下去，大家都在焦虑。不会吧？
等一下有人要吃吗 ？Nope。你要吃吗？有一个人也是跟我一样冒险的。攻杀蛇。哎，但我忘记一件事哎。又忘记？开灯。叮。你忘记的是这件事吗？对啊。我刚刚抠门了一点，没有买餐具。这就是你买的东西。对。等一下，他表情渐渐不对。不难吃啦，真的不难吃，但是怎么有泰式的味道？我也在想，为什么那么泰式啊？你看，你们看一下这个酱，是泰式啊，超泰，超级泰式。好，那我先问，好不好吃的话，给不给过？过。那如果是宫保鸡丁的话，不太像。其实我也觉得不像哎、欸。可以啦，可是我觉得好吃啦。好啦，过。好啦，过过过过。太好了。来下一道。哎、欸，麻婆豆腐有葱哦、喔，我觉得有点忘了。有，最后撒葱。哦，最后撒葱哦，要撒葱啊，最后撒葱哦、喔。完蛋，好险你有讲，他感觉一开始就要加。肉丝就好了，肉丝又说会不会变成豆炒肉丝佐豆腐碎屑？没有就我，你有没有吃什么？没有啊，我好多都是完了，那真的是什么？你有想过你现在切完它是长条形？我切正常啊，你只切两个轴 ，Z 轴没有切，你知道吗 ？Z 轴是什么？对，它就是。你看，你有没有觉得长长？真的，说的真好。那就算。那就算。试一下味道，赶快。等一下，你知道你第一道试味道，你是很有自信哦。哎，讲话啊，你不讲话很可怕哎、欸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什么，再给一点葱吧，然后就给收了。你吃过吗自己？我帮你捞一点来。我来，我自己来，不要我。你们仿佛是复制哎，他刚刚试味道也是长这样。我跟你讲，那个表情变化是怎样？他长得好像，吃下去好吃，但他是谁啊？他是谁？我懂，我懂，因为他长得是最像的。哎呦，这个好好吃哦。有啦，他是好吃的，太好吃的，有诚意了，好吃。好，太好了。过。好，最后一道料理。我想要用蛋，然后想吃点甜的。你要做什么？不知道。我操！先加再说啊。感觉到了就会对了。有人知道他在干嘛？那个蚵仔煎。对啊，我在想他感觉像甜的蚵仔煎。你现在在隔水加热吗？我不知道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。从你煮第二道菜的时候，我就有发现了。好吧，我嘴巴这样说，刚刚把那一碗吃完的人是我。他为什么不会熟啊？因为我加了勾芡。这样吗？你知道你现在问这个问题，我没办法回答，因为我没有看过这个料理方法。我觉得我们外面四个人像傻逼。你在看他做一个很奇怪的事情，然后没人知道在干嘛，然后他自己本人也不知道。如果真的像的话，那法式可丽饼也太可悲了吧！我先偷偷吃一口啦。博平，快来！他很不一样，他很特别。不甜啊。
我希望大家看我的影片可以甜甜的。哦，有点硬哈、哦。如果是要甜点的话，可以。它是甜点啊。好，可以过，真的不难吃啦。其实无论你做这道菜的出发点是什么啦，但是毕竟它是要献给粉丝的。我觉得其实大家会想要知道说，然后你在这两个月，你的心路历程啊，因为等于说我们今天一整趟行程下来，我们帮你回味了你巅峰时候的影片，然后你遇过的一些事端，然后还有你也算反省嘛，就是有测谎啦、虽然你觉得结果不尽人意，但没关系，事实摆在那了。对对对，事实摆在那。那。他刚才讲烂笑话，他给我背诗。好，那我习惯了。我觉得还是要跟粉丝讲一下，就是你消失的这两个月，你有什么感触？就包含找到如果不做 YT 我能做什么，然后就可能是我比较太容易相信人了。其实受伤的并不是被拿出来讲，因为那就代表别人可能看不下去。连我也会截图抽三刀式，但是因为你是公众人物，那时候对不应该这样子做。他就跟我说，他就他要真的不应该这样做。我一定会犯错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是我开始觉得好像有没有解释都没有关系，挣扎后会有点半放弃。对，可能是我太孤单，我太想要有伴了吧。你应该要找对人讲，不然就都跟我讲吧。对，你要找对人讲。对啊，但你也很忙啊，不是吗？你可以随时打，你也没有，你也没有，不是两三点打电话给我过、哦。但是那真的很少，就是觉得太孤单，太想要人陪了，就大概缺朋友了吧。没事。现在你有我们了，开心做自己。如果真的大家还是不能谅解的话，那或许你也不适合这样。对啊，对啊，确实确实就是被时代淘汰。但是至少你最后面的结尾，最后面的火花是开心的。嗯嗯，对。而且怎么样，就算你停更这一年两年，想回来拍，我一直都在，对吧？哇，我好会讲。太好了，很官方，不错。不，你看你他太爱面子了。他其实他就觉得他心里是开心的啦。所以说未来，我希望其实他自己也知道了，希望小心讲话，你这行要戴面具，但我希望你至少只戴的是你开心的面具，好了，恭喜你回归了，好不好？耶，收收啦，拜拜，加油，好，拜拜，拜一个，好好，不要被骂，不要骂我，只有我可以抱。如果我跟你商量一下，因为你还有点，你要不要买个灯？因为真的很暗。可是你们要开灯啦。你这它有电吗？好，你看还不错，还不错。那你要在这哦。哎，你要坐在我旁边全程观看。不然你可以先出来，你让他。对啊，你要坐在我旁边。需要你吃的时候，你就会。然后就不离开了。跳一下就进来。你知道为啥不离开了？因为这里很温暖。温暖了。这个要怎么用？你要削皮啊。可是你刚刚也本来就没有给我皮。